大家好啊，又是我将军澳美联的 Martin 陈山啊。今天呢带大家来到呢日出康城二期领都。咁样呢其实佢领都呢就是整个日出康城啦最大的一个期数嚟嘅。咁呢佢领都呢就分为三期的发展啦。咁首先睇睇啦， A 期的领都呢就是第一至第五座，不设第四座，就有四座的住宅大楼啦。咁呢去到 B 期啦，就是领峰。咁呢就有就是六七八座。咁咧就係 B 期三座住宅大樓，咁最後咧就係領海，就係九十十一座三座住宅大樓而組合而成嘅一個大型嘅私人屋苑啦。咁咧佢呢個屋苑咧就有特大嘅會所啦，同埋有特大嘅私人花園添嘅。咁所以如果一啲家庭客户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喜愛呢個屋苑噶。咁咧如果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同你去睇睇樓啦。好啦，嚟到五座的高層 RD 室，實用面積咧係974尺，咁採用咗咧就係四房一套連儲物室嘅格格，俗稱咧四房半嘅格格。咁首先睇一睇到大門先啦，咁大門呢個咧玄關位咧，咁裏面有呢度，首先個係客廁，採用玉鋼設計，咁啊原裝嘅。咁去到另一邊咧。就是一個 store room 擺下雜物，咁空間亦都充足嘅。咁咧呢個單位咧，亦都會多一個咧客廁，咁啊可以有個馬桶啦，有個洗手盆咁樣嘅，做一個客廁。咁去到另一邊咧，就係廚房，咁咧廚櫃啊、家私電器啊嗰啲都一應俱全。咁嚟到大廳啦，咁其實呢一隻廳咧，亦都係喺領都咧好受歡迎嘅。點解呢啲感覺咧？係一個直廳飛機直，咁令到咧成間屋嘅走廊位咧都好少，咁咧全部嘅空間咧都擺曬喺個廳度，更加實用嘅。好啦，呢度就會係客房啦，望翻去自己屋苑啦，望遠鏡啦等等。咁咧，再睇多次露台啦。個露台咧，亦都向翻呢個向東嘅釣魚翁山景啦，非常心旷神怡噶。咁去到呢度咧，就會係有兩間客房。咁啊，第一間客房就呢一邊啦。第二間客房咧就會大啲嘅，就咧同客廳咧一樣景觀，就係望翻呢個向東嘅釣魚翁山景啦。咁啊，呢只飛機室咧就有兩邊嘅一房間，咁我哋睇兩邊房間咧就睇另一邊啦。呢間咧就係一個特大嘅主人套房，咁咧呢度可以擺張 king size 嘅床，都做到三邊落床啦。景觀方面咧亦都係向翻東邊嘅釣魚翁山景啦。咁去到另一邊咧，咁呢度就一個衣帽間嘅區啦，咁可以做一個特大衣櫃啦，呢度做個梳妝台啦。去到主人套廁，亦都係保持呢個原裝架構標準，浴缸設計嘅。好，咁如果對呢個特大嘅四房半單位有興趣咧，記得咧揾我 Martin 陳生同你去睇睇樓計計數啦。多謝。